宠物市场帮粉丝选一只蓝色法斗，一起看看吧。这一窝奇形怪状的，都在什么情况下？这三个是一窝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两个，这个两个的。这两个是一窝。对，这两个。这样的卖多少钱？这个是五角，这个是八角。这个1500，这个1800。这个呢？一样。这个也是1500。这两个一样。价格能少呗？都差不多。给你看一下箱子大小是吧？这个1100也拿不了吗？你没听着，我拿你1100。关键长得确实不好看，700块钱管呗。你没听着过？就最低1500。对。这蓝牛品相太差，换一家。蓝牛2500，他俩是一窝呗？你说的啥呀？不是一个品种的了吗？2500。他要是不报板能卖2500，他报板了卖不了2500了，你报下来吧。姐姐，你说是的不？他要不报板，你卖2000多很容易。不报板你卖3000。你不报，你啥都是你的理由，你就是给你多少钱？一般的话，一会儿压2000块钱，要不然，给我走了，下机了，今天。2000价格还高。1000多少钱正常价？你看前面，前面的胸花不好看，就这一只。那这正常有个大胸花的才好看。哎呦，你看这里都发黄。还有不要，笼子染的铁锈。那你前面是铁锈，你看这个腿上不是铁锈啊？它有一点点爆板。啊，不是有一点点，它是真爆板，1500块钱。那为啥？那为啥？没给你胡扯，我没说给你800、1000吧。不管不管。哎呦，这人那个要黑白花的，你说卖1000了？那黑白花的也分好多呀。那不管什么颜色的狗，它得看长相，对吧？长得好，价格高，这个毋庸置疑。1600给你加100。你要想要就是1800块钱，那个要不要算了，也别讲，再讲就不卖了。干了是吧？哎呦，本身都爆板，人家来，爆板让我20块钱不多不？行，让你20算够吧。我再去检测一下。啊，行，管。